接下来我们想看一下来自 Star 赛道的。吉雅，杨志柳，加油！杨志，加油！妈呀，我紧张。甜妹，加油！你觉得你相对于那些选手来说，你有什么优势？就是比如身高啊，然后长相啊，身材啊，都挺符合的。当没说过。那你想在荧幕前表达什么样的你呢？甜甜可爱的我，笑容治愈一切，小宇宙又爆发了。哇，好漂亮！想要在这个节目里，然后能让更多人看到我。什么叫更多人看到你？从来没有人看到过你，看到过你。哼。老师好，我叫吉杨柳，来自海南。从小呢，生活在一个小乡村里边啊，是大海和阳光陪伴我长大的。阳光女孩，讲话就很好听了。你要表演的歌曲是？哦，我要演唱的歌曲是《马德里》。哦，不思议。放轻松，不紧张。其实我想要一直说话才不会紧张。哦，那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。辛苦了，老师。嗯。请第一个发言，我太喜欢你了，杨柳。你真的让我都想回到青春了，虽然我的青春也没有你这么好的身材。你太漂亮了，你扑面而来的像春风一样的干净的少女的气息，让我一个年过五旬的老年人，我好喜欢她。青春美丽单纯，没有技巧，没有技术就赶来了。说人家没有技巧好吗？大爷，你听他唱歌，你是不是找到了一种老爷爷的感觉？嗯，我呢跟丹妹想的一模一样。没有技巧，但是挺舒服，挺好的。谢谢。嗯啊，男生是挺好的，非常好。然后那个笑容也特别，笑容。你要给我小星星吗？没有，我看他的简介，你是完全没有学过任何的唱跟跳，就没有很专业的学过，就是在当地的一个小舞团，然后跟着那些姐姐哥哥的那种。你的身材很好看，腿特别直，我怎么感觉你的膝盖是涂了粉吗？膝盖是涂了粉吗？你关注的点我真的 get 不到了。你知道吗？就是我比较黑，然后我就抹了粉。海南晒的没关系，这是阳光给的。就我一直认为我是在家晒黑的。对，但我发现来到这边挺久了，也没有变得很白啊。没关系，你晒了那么多年，你得需要好多年才能变白。吉杨柳确实是
感觉扑面而来的夏天的感觉。但是很多人会去误解这种外形好的，是如果你内在的东西或者作品跟不上的话，会觉得哇哦，那你是不是所谓对对对对对，所以你往后走其实你的压力不小。加油，那加油，请到你的，谢谢老师，等待是等待你的结果。这小孩穿好了，很漂亮，身材太长了，窄，小细腰就这么窄，真的很好，真的很好。嗯，手在抖，不要抖，增点气好吗？我感觉吉祥柳还是比较质朴的一个孩子，而他把那种质朴，用他这个年纪所能理解的一种方式去表达出来，而这种表达出来的那个瞬间，跟他的外形是非常匹配的。请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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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继续啊！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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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，二星二星，明日之星，独自自立生长，不变初心。好，鼓掌。下一个来，要背哈，这个台词还要演呢、啊，当然要演。是不是真的很冷？没有，真的好凉，是不是？给我一个吻，哦，可以不可以？吻在我的心上，让我想念你，纵然闭着你嘴唇，你没回应，我也要向你恳求，绝不相信。那我觉得你刚才在唱歌的时候，我看得出来，你一直在怀疑自己。恭喜！来来来，我们有一个欢迎仪式，请坐。你坐着就好了。二星二星，明日之星，肆意生长，不变初心。欧毛，我想过去。欧毛，我想来找你。哇！我觉得没关系，你没走，你没走。今天是我差点放弃音乐的第178天。那你在做什么？在做销售。今天我想跟你们介绍一个我挺喜欢的小姑娘，她叫竞争，敬爱认真，是一个挺有意思的名字吧。来，我们有一个欢迎仪式，请坐。你坐着就好了。大概是手看嘴太累，也想帮帮忙。你的声音很好听，但是确实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歌星的声音。就是我们在做演员的时候，尤其我是舞台剧，我是话剧演员。然后我们最初学的时候，我们每天在那千山鸟飞绝，他就已经没有自己的声音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的声音已经被训练成演话剧必须让20排以后的观众听得见他说话，然后他就是一个话剧演员的声音，没有自己的特点了。来，欢迎仪式，欢迎仪式。又来了。老板好，他们都说了叫我不要再叫我老板了。我叫李兰，我是一个餐饮品牌的创始人，目前在上海有14家店。哇，做什么小吃？老上海小吃。哇，好厉害。就让我留在轮回的边缘，等一道光线，看见某年某月我们之间曾经说过的语言。哇，生意人会唱歌，刮目相看呐。他就是那种唱也唱上去了，
但是他就不打动人，唱的还 OK。恭喜大赛到你了，获得奖金，这么厉害，我们要开欢迎仪式。六星六星，明日之星。